我不仅觉得他唱得好，我觉得他的歌词符合圣经的真理。谁能跨越艰难？谁能飞越沮丧？请问基督徒有没有艰难？有。基督徒有没有苦难？有。可是前几个月我碰到一位弟兄，我们再看二章的10、11，我们一起来读二章的10、11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Thank you.